句善句美，句子看那个图，舌头要点到最高点，啊，上颚咽颚上面，然后发大，啊，稍微往前推，差一大，啊，这是第三句美这个字。那所有第三句美都底下注目要一点。它的主音啊，那你看，除了九片口音，这个大跟一沙有一点之外，就只有第三句，它的主音才会有一点。那你看到一点，你就很清楚是第三句，所以舌头就要剪到最高点啊。那么弹出去，所以座椅里面有时候跟你用汉语讲弹舌，不是叫你嘴巴在那儿啦啦啦啦嘟嘟嘟，不是叫你这么弹，是叫你卷高点，那么弹出去，就是大，大，大哈，啊，啊，你唱大的时候，诸万物一切众生，处处未见，啊，处缘无常。啊，这个字在我们这个表上呢，你看它是慢，我慢，骄傲，这一句啊，只有一个比较好，其他都不好。啊，所以剪舌头剪高所发的音都不是很好的字，但是学习者不能这样讲，因为好不好，你把它摆平了就是好。你说我慢，我慢心没有了，那不是很好？你我慢，是吧？你说争论，最后那个人那争论，你不争论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啊，所以不是世间法不好，就是不好。我们学习才要平等观它，那只是这个字的艺术有这个意思，但是最后你都要学到空，把它空掉，啊啊！如果念这个打哈的时候呢？这个卷高再加哈，这个七音啊，愿当意念此自知，大他时若根纯守，不闻诸法，即得正住。如果你念这个字，你不一定说要没得教你，但是你半根纯守，学佛的那种。时间到了，你自己做的。他说你这个根纯熟，纯叫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心烦恼妄想没有了，就是清楚清楚，然后心纯熟，空心就行。这时候你自己就会不能做得到。这个佛法不是学来的，佛法是从你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那你还没有做到这个理呢？诸佛菩萨讲很多经典，是让你学这个样子。如果有一法可学，世尊他不教你，他教你的法是你习气毛病还没有断，然后你习气毛病断了以后，你的自性就会现起一切佛法，不必学。所以向上一路，啊，天生不少。这禅宗不是这样讲，你懂这句话吗？你心清净以后，你自性流露出来都是佛法。如果你能够听闻虚空一切如来的咒语，啊，我们讲西坛的咒语，发西坛音呢，是全宇宙都是那个音，那你能够听得到，能够接受得到，那不用学了，你就知道。啊，因为诸佛如来他们以前都背了很多的咒语。跟学就会一起做，但元素当然都自己会讲，会说，不必再学，好吧？所以这个是常养的意思，常养助善根。你看他助善写的长，是吧？等一下，下面再讲的话就比较完整的意思了。现在就是告诉你一个字啊，漫长愿足正。来，啊，那再来是打，这是男声音的。啊，舌头还是剪在那里，但这里要发塞音，就舌头不动，但是
啊的声音放低下来，打啊。刚刚舌头是弹进去吗？啊，打，对吧？打它，现在顶在那里不动。但是为了发啊的男声音，所以往后拉，打啊，气流量退出去一点。打啊，这个塞力，塞住的塞。啊，所以这个音有两个方法，前面两个你声音是往前退，叫擦音，啊，擦这个擦。舌头顶住，往外插，这个是塞音，啊，舌头动了，但气往喉咙啊的音发，打啊。第二啊，发这个字的时候呢，用得比速如一指，即能飞行。速如一指是37道品里面的五根五力速神指，啊，那个第三层次的修行。在释迦牟尼佛要入灭的时候，他跟阿难讲，在快下地啊，这是佛数量受持的时候，对舍利啊，快下地，他跟阿难讲，一个人证到速神足的人，都可以住宿一劫，一劫要16800年，何况是如来，是吧？阿难。不知道要请佛住持，这点是讲说被魔掐住了，他讲不出话，啊，哎，佛人去讲30，他都没有请，开口请佛住持，再下来就是中途，是吧？那所以，这速如一指，你可以想想，速如一指修正道的人就可以飞了。那这37道品里面就是第三层智慧，所以不要偏宽一个人胡说八道，那修到什么阿罗汉，修到什么空啊，都是乱讲。末法时期哪有这种人？你连四圣地位都不懂，还有什么空？那你们，什么有一些在其他的道场混的啊，你要有正知见，要会对。乖乖的学心里面的曲子毛病，不要去讲那些无为佛的啊，要到速神子啊，叫人飞行，对吧？唱的哈是，这虽然是擦音，但是哈一定要把它退出去。那打哈打，还是不到的时候哈的时候才啊，就把单单哈出去啊，打哈。如果发这个音的时候呢，做何方发啊，如入语言啊，讲这四种话何方发啊，善唱诸行，几十二原生法，生灭原生起原生灭诸法无常显现，这一切法所有因缘法上面讲的。那这些法就是原生法，有法生就有法灭，所以叫生灭法。那生灭法之间，你唱这个字啊，那虽然是执着，但是你要去除执着啊，这个就是执着的意思。那你如果不执着，你就知道它是无常啊，无常显现，你就灭掉它，不要执着。因为一切法都是无常，啊，世尊说无常就是苦，所以不要执着无常法。那世间的一切法都是无常，应该这么认知，啊，就能够显现出你解脱的智慧啊，就不执着了。啊，最后就是今天修的这个是。比顺稍微变化一下，那啊，这个点高到最高点，那啊，出音出气，那啊，这个字很少加爱的音了，不做三声，除非它有特别的汉译字，不然就要那啊啊这一音了。啊，你发这个字的时候，其道人受力养。
时无意为成等诸烦恼。就是说你说人家供养的时候呢，也没有升起烦恼心，就这人不说人家供养，因为怕跟你结缘，结了缘，他的修行要不你好处了，我们被传的法比较怎么样，没有把真实佛法或者求不报的心展露出来，我们只会出钱啊，只会出钱去供养干庙干什么。南传的这些白衣呢，他们对释迦牟尼恭敬啊，供养恭敬给你，那求他的助。那这个你如果能够做到受力养时无力回尘等诸烦恼，会变年住。如果你修到这个住，那安的时候你就不会跟人家爱跟你，就是争嘛，是吧？争论嘛，你嘴巴不爱讲话，爱讲话就是你的修不够啊。哎，这个住啊，这一行里面只有慢讲啊，愿啊，刚刚愿没有讲，愿啊。愿执正啊，所以这几个都不好，只有第二个好一点，长养。所以长养它才用满业，那你要知道长养就是满业，那满业就是什么是最好啊？啊，前面那个字慢是半界，也可以说半桶水的人就喜欢会起慢心，修一半的人有一点境界就会慢心傲慢，就到阿那含要向阿罗汉的时候还有慢心，所以叫不圆满的半界啊。等到你常养住心清净的时候，满也现，好吧？所以这个你要搞得这些意思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。好，下一页，那第四句门。啊，你们常常在看的这个多，这不能多了，这是要舌头放在牙龈上一点的，哇，牙齿上一点的牙龈那个地方，啊，大，这第一个音大，啊，刚刚那个是大，这个是大，点一下，大。那你知道这两句里面的发音的不同处啊？这是在前面第四句，等于舌头的外面啊。这个你去查中读音，真的就是发大啊大，那不是你的多不多啊啊？对啊，唱大时，你这个字是很清楚的，它是鲁鲁的，这里面讲鲁鲁。但是这张表这里了，如啊，他塔达达都是如如的当相出现。你要如如，你就要说苦恨，不用功，光想要得大果，哪有这回事情？好吧？所以你要付出代价。那这个就是啊，那叫你要相苦。恨去做，一般婆罗门都是修苦恨为主。那世尊出现的时候呢，他知道苦恨成不了道，所以他们为了让他们折服，所以他修得比他更辛苦，是吧？这在经典篇里面或者在我们网上已经介绍很多，你修那么辛苦，我比你更苦。那再苦到像那边这个佛像的，那修到六年之中呢，只有每天吃一颗马麦，一颗马麦，那就是半颗了。他半颗还供养别人，
马跟麦各半颗，各一颗一颗，另外半颗供养给树上少，所以他收了去告，但是也没有到，他证明给外道看，说我这么修的并没用心苦嘛，也没有到，而这个是他修苦恨的一个精神，比他们还要高。那婆罗门累劫来，他们都这么修的啊，说要真的修到半千，有的人没有这个道啊。好，再来打哈，这个他是打哈，有气音的，他是这个啊，住在哪里的住啊？一切众生其心肉毒的佛陶啊，那个毒诸尘境界犹如竹木，一切的心念影像就像竹木，你要当这么观，那用斧头来砍你的这些尘境竹木，那么才能够清净，是吧？那么当作如是观啊。那再来打舌头换艺术句的位置，发啊一声音打，这个字的时候呢，单行复数，因为这是打呐，打呐就是复数啊。所以你常常在讲的复数啊，就弹叶弹，弹叶我们换作弹叶，那打呐，把 n 拿到前面来读，叫做打弹，叫打啊呐，还是呐，这是接它的音来读。啊，当呢，啊，你念这个字的时候，当常行布施，啊，诸苦行、苦恨、积德和，你光布施了，就能够积一样功德，尤其供养诸佛、诸圣众，那你就可以得到比你苦行还要好的结果，是吧？所以你的心和。众生和，所以你要出这个事，那就是好的字了啊。那这打他当有法身，因为这是法界，法界的话，所以这个字你常常会在座里面看到啊，打他呼，打他呼，啊，就是这个啊，法界。啊，再下来，地书句名的第五个字，你常常常看到的，啊，那普通是用妙果根的，这里有叫果根的，啊，你就，知道用到火了，不然是那而已啊，那没有用到火龙啊，没有火，那就会用到火了，那就会用到火，所以你不要看汉字，它用不同的汉字就代表不同的音。啊，不是很多汉字都在讲那个字。我们刚开始在研究咒语是这样，所以花了很多冤枉的时间。后来才知道哦，每个字代表不同的念法。啊，那你就要去查中古音，去用切韵去找出它是怎么念。啊，如果你念这个啊，那你的时候呢，当需用笔。食饮佛命饮食啦，啊，食饮饮食，没有再换啊，换的这个语言，有时候读起来跟现在的有点跟有点，一般出家修行都是以起食为命啊，在里面呢，那其实那就是名的意思。名称的名啊，名相，你现在眼睛所看到的种种物，都有它的名相，这就是那。所以你很注重名相，你就爱讲话，你就有分别心很强。如果你讲话分别心，那这种名对你来讲就没有意义，是吧？好，下来第五句。